索到爆。大码女神林明真大晒52岁妈妈热裤长腿照，冻龄外貌，性感身材完全美得不科学。人称真实版那美个大码美女林明真，拥有32.1、22.1的魔鬼身材，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那女神基因又源自于谁呢？女神妈妈又会长得如何呢？她最近在 IG 上祝福林妈妈52岁生日快乐，有别于以往 PO 出性感自拍照，这次晒出妈妈的独照，妈妈的一双雪白长腿毫无瑕疵，另一张照片还有妈妈和子子的合照，让不少网友看了都忍不住惊喊，基因太强大。照片中可以看到妈妈扎起头发，露出小巧 V 字脸，笑起来的眼睛像一轮弯月，看起来既亲切又迷人，穿住无袖白上衣搭热裤，露出笔直白皙美腿，尽管已经52岁，体态依然保养得宜。另一张照片中，林明真仍然没有入镜，好想在奶们身边。他似乎有工作在身而无法陪妈妈过生日，幸好子子有在妈妈身边，才让他放心不少。子子似乎带妈妈去海边度假，妈妈则是穿住一件露肩上衣，母女俩的美貌让人赞叹不已。不止林明真遗传的妈妈美貌，子子林时之也同样拥有瓜子脸、高挺鼻梁，连身材也完美遗传。林时之及时止大妹妹一岁，在2006年时还获得马来西亚小姐中国东方明珠总决赛亚军，隔年更拿到我想成为一个模特第二季总决赛亚军，就此踏进演艺圈，不仅是模特，还身兼演员、歌手的身份，和妹妹一样具备多方位的才艺。优良的基因真的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